小要被测验吗？而且自己也是这样子哦，因为莫扎特在那么困难的环境下，他还坚持他的艺术创作，所以呢，我们想要试试看，你是不是莫扎特一样，也能够作曲，也能够 compose 一些乐曲出来。来 ，Maggie， 我这里有空白的乐曲。啊，你到底是谁啊？我想你可以利用它写出你的乐谱。哎，失败没有关系，你一定做得到的。好，我想我们应该给 Maggie 一点时间构思他的新乐谱。那在 Maggie 构思新乐谱的这段时间呢？都是非常悬疑，非常危险。